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6年10月25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八一石化气爆事件届满3周年，25号上午，高雄市政府与华运仓储公司、李长荣化学公司签署3方协议，并且正式启动八一石化气爆重伤者的和解工作。新闻局长丁允恭26号将转任行政院担任顾问。上午市政会议，新闻局将国发会首次颁发给新闻体系机关的金党奖，呈现给市长陈菊，展现新闻局的亮丽成绩。坐落在亚洲新湾区，全台最高垂直共购顶级饭店住宅大楼进行上梁大典，投资案金额高达168亿。业者主要是看准亚湾区的发展潜力，也象征南高雄新地标俨然成型。首先来关心的是高雄八一石化气爆事件届满3周年。在气爆事件中，除了造成多人罹难之外，多位民众也受到重伤。目前许多重伤者仍在持续就医和复健。高雄市政府和华运仓储公司、李长荣化学公司上午在重伤者代表及自救会会长、副会长的见证之下，签署了3方协议，并且正式启动高雄市八一石化气爆重伤者和解工作。副市长许立明说明，自气爆意外发生后，市府一直秉持2项原则进行求偿救助的工作，包括务求灾民损害尽速获得填补，以及公平的追究责任。这2项原则是市府提出求偿救助计划及促成3方协议启动和解工作的基本初衷。市府认为，气爆事件的责任必须在法庭上将所有可能肇事者和肇事原因一次摊开，根据事实证据确认因果关系，才能公平追究责任。我们会希望让大家有多一点的时间，充分的去考量，详细的考虑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案，才来参加和解。计算的方式会是在一个公平的，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计算方式。那这个计算方式会以之前基本上已经审议过的这个代位球场，以一定的倍数计算，再加上这个失能比。就是后来大家有去做失能鉴定，这一个失能比，这两个指标共同下去这一个参采计算。同样秉持这2项原则，在善款管理会的监督之下，市府提案运用善款进行各项灾害救助工作，捐款专户共45亿6543万元，依照生活扶助与照顾、灾区救助与振兴及求偿救助计划3大面向，共核定54项计划，针对受灾民众在死亡慰问、医疗照顾、子女教育、财产损失、房屋修缮等项目进行相关救助，执行情形定期公布在网络上，接受外界监督。而针对罹难者及重伤者的部分，透过3方协议，在2015年7月17日启动罹难者家属和解，在陈会长以及王副会长的奔走下，4个月的期间就获得32位罹难者家属全数和解。今年再启动重伤者和解，也希望为重伤伤友争取更好的条件。因为我们的伤友其实还是持续的在进行医疗或者复健相关的支出，所以其实他还是不断的要提供单据，不断的这个会被法院要求这个提供单据。那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能够希望透过和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真的是帮助大家好能够这个把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这个损害赔偿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填补。即使经过了3年，我也还是不断的在经历开刀与复健的过程。虽然这些苦、这些痛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今天的出席是大家愿意一起前进的第一步。
也因为各位受伤的伙伴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所以也希望后续还是只能拜托华运能够设身的主地为每一个受伤的伤友，让每一个人能够安心的继续疗养。虽然大部分的重伤者经由市府球场救助计划的协助，已领取一定金额的球场救助金，已恢复原有的生活，并且也以债权让余的方式由市府向肇事者起诉球场，但因为重伤者仍在持续就医及进行复健，必须在球场诉讼中不断追加扩张起诉金额。再加上诉讼程序繁杂且期程冗长，仍有寻求协议解决的必要。在完成三方协议签署后，将由华运公司出面与重伤者试行和解。无论有无加入球场救助计划或未加入的重伤者，都会一一接触，希望经由和解使重伤者得以尽速获得最终的损害填补，并且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港都新闻综合报道。接着要告诉您高雄市政府人事异动的消息。高雄市新闻局长丁允恭上午证实，即将转任行政院担任顾问一职，负责院长赖清德的文稿业务。报道前夕，新闻局也将国发会首次颁发给新闻体系机关的金党奖献给市长陈菊。丁允恭感谢市长多年来的栽培，尽管心中不舍，但是愿意挑战新工作。周三市政会议上，新闻局将国会颁发的金党奖献给高雄市长陈菊，这是全国首次有新闻体系机关在评比中获奖，能够在全国300多个机关中脱颖而出，表现相当耀眼。紧接着是高雄市政府新闻局，我们请到丁允恭局长代表来领奖。档案管理结合核心业务，以今日新闻就是明日档案为精神，透过多种宣传方式让档案展现新价值。丁允恭证明新闻局能将高雄市府每一步的施政脚步妥善保存，也代表市政宣导获得肯定。而他在这一方面的专才获得行政院长赖清德重视，日前向陈菊市长借奖，将在26号前往行政院报到，担任顾问一职。这不只是对高雄在旅游观光方面以及城市行销方面的肯定，同时呢，也是在肯定我们对于城市与产业转型的努力。相信高雄已经从过去的重工业城市蜕变成为一个适宜观光、人文与商业发展的城市。丁允恭是高雄市近年来任职最长的新闻局长，也是市长陈菊最佳的化妆师。今年41岁，台大经济系毕业，台大科技整合法律研究所硕士，曾经获得时报文学及联合报文学奖，堪称市长最佳玩蛋。人生10几年几乎都奉献给高雄，尽管即将去职，丁允恭仍然坚守岗位，替高雄市宣传观光。他感谢陈菊多年来的器重，尽管心中不舍，但仍愿意接受挑战。至于新任新闻局长将由谁接任，目前市府仍在商议，近期内渴望对外宣布。港都新闻综合报道。来自议会的消息，独居长辈因为经济因素导致流离失所，市议员黄淑妹指出，目前市府的老人安置机构都是满床的情况，她要求市府社会局多寻求民间单位合作。另外，议员最近也接获子女出养的案件，因此要求社会局提供更多寄养家庭和安置机构，减少弃婴事件发生。议员秀出市府老人安置机构的收费标准，仁爱之家和松鹤楼需要7000到13000元的费用。市议员黄淑美认为，经济有困难的家庭根本付不起，导致老人遭家人遗弃的不幸事件时有所闻。我目前106年1到9月被遗弃的是28位。我觉得这个老人被弃养的，那随着时代的不同，好像是越来越多。那老人弃养，刚刚局长也讲了。大概是有家庭因素，那小时候你没有抚养我，我当然
老了以后也不抚养你啊，哈。那大概除了贫穷之外的问题就是家庭因素啊。不过议员指出，这两处安置机构只能够收容400多人，目前都是满床情况，再加上收费不低，有长辈甚至流落到外县市居住。他要求市府社会局多寻求类似的民间单位合作，提供有困难的长辈一个安身之所。大概是市政府的部分，大概有两处，一个是松鹤楼，一个是仁爱之家，那大概是可以安置个400多个人，那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是满的啦，所以我们应该去跟民间的一个单位去做合作，让他们可以也可以到民间取得这样同样的福利的一个单位哦。另外，议员最近也接获怀孕妇女在子女出生之前就询问孩子出养的问题，认为社会局委托处理子女收出养的民间机构不够充足。社会局则表示，目前除了两家机构之外，寄养家庭也可以协助解决出养子女的问题。除了刚才议员您关心的，我们小天使跟西恩的这样子的安置处所之外，其实我们全高雄还有173个我们寄养家庭，好，也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照顾的一个方式，所以弃婴还是也可以到这些地方去，不是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去。有名气的大概就小天使啦，还有西恩呐这样的一个单位哦，那我觉得是不够的哦，你应该是跟更多的单位去合作，让这些弃婴可以得到一个安置哦。经济不景气，贫穷导致许多社会问题，议员要求社会局提供更多安置方案，让老人和子女不会因为家庭功能丧失，让他们流落街头。港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下面这个案例也是值得省思的。高雄盐城警分局员警深夜巡逻的时候，发现路边有几名国中生抱着一名刚满月的婴儿，追问之下才发现，一名14岁的国中生今年刚生下女婴，而他的妈妈是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年仅34岁就当阿嬷，现在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警方于是集资赠送尿布、奶粉，还帮忙申请补助，期盼抛砖引玉，有更多人能够伸出援手。警方深夜巡逻时，发现路边几名国中生抱着一名刚满月的婴儿，追问之下才发现，原来女婴的妈妈是一名14岁的国中生。而这名少女面对警方询问时，还一派轻松回答：“小朋友是谁的？我的。小孩是你的？是啊。你几岁啊？是啊。”深夜巡逻，在路边哈，发现有青少年抱着一名婴儿哈，那我们民警那马上跟他关怀了解哈。他同学来坐月子哈，来给他关心，对啊，因此我们来发现、来了解说这个一家三口哦，那生活拮据哈。国中生的妈妈是越南的新住民，年仅34岁就当阿嬷，现在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生活相当拮据。远景由金智得知后，二话不说自掏腰包购买生活用品，以解燃眉之情，更陪同皇女去药局买婴儿奶粉。这个哈、哦，对哈、哦，好，走。那远景还有我们的志工妈妈哈、哦，就发挥爱心哈、哦，大家捐一些帮他们牛奶以及尿布哈、哦，来协助他们度过生活的难关。包括这一件案件哈、哦，我们也转介那个社会局哈，来给他们关怀协助，来辅导他们来度过那个生活上的问题。经媒体报道后，有许多善心人士主动与派出所联系，捐赠爱心捐款或是奶粉、尿布等等。警方也将相关物资爱心捐款交给皇女。毕竟我们也是苦过来的，当初也是人家帮忙，啊，你现在有能力帮人家，我们就尽力的去帮人家，尽我们一份心力啊，就这样子而已。台湾到处充满温情，警方与社会暖心举动，帮助弱势家庭重建生活，避免一家生活再度陷入困境。港都新闻李佳龙、洪静怡采访报道。高雄市多元福利照顾师资团命名为“载藏昂”，透过高雄市社会局媒合到全市38区，推动社福方案，带动社区活络发展，专业协助社区成为在地的成熟力量。而志工的成员多半是中壮年的女性和退休妇女，他们秉持发挥蜜蜂授粉的精神，希望在社区里开花结果。
高雄市社会局成立新多元福利师资服务团队，命名为宰脏昂，以社区巡回服务的方式协助发展照顾，逐渐自立成为在地的成熟力量。这个真的是用这波干单可以选出来，而且这些团队各自有不同的专长，包括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静态动态的一个带动，活动课程的设计，团康带动唱故事绘本的引导，然后高龄服务的创新的管理，还有一些乐龄健身的指导，还有成人教育、儿童绘本、儿童戏剧等等。三年来共成立15队，透过高市社会局媒合到全市38区推动社服方案，带动社区活络发展。姚局长颁发感谢状及授证，肯定这些志工团队的辛劳。恭请局长替我们颁发感谢状以及与我们合照。辅导团队在我们高雄38区上山下海，真的是深入社区的带了所有我们默默有机会生根发芽的所有的社区的这些伙伴跟能量，真的让它冒出芽来，甚至有些已经开花结果，甚至有一些不但在我们高雄市已经看到服务的能量。志工成员多半是中壮年女性及退休妇女，很多人本来就是社区志工或是社区干部，充满热心公益情怀。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就是当其他团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互相支援的部分，那也同时也可以互相的交流，就是到底那些老师们做了什么，我们其实也可以跟着应该说是跟着就是学习这样子。那在今年也有多元就业的，在社区里面我们也有申请多元就业在我们的社区。那我们有这个宰脏昂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有社区里面有蛮多人呢有特殊的技能，或者有很好的在其他的领域呢他有好的功夫，那我们把它组织起来，那他们自己大部分都是以社区为基础了哈，那一团一团的爱心志工发挥蜜蜂授粉让社区开花结果的精神，陪伴更多社区需要照顾的人，持续散播爱心种子。港都新闻王思宏、静怡采访报道。坐落在亚洲新湾区全台最高的垂直共构顶级饭店住宅大楼24号举行上梁大典，包括观光局长曾资文和多位贵宾共同见证这个历史的一刻。整个投资金额高达168亿元，不仅业者看准高雄亚湾区的发展潜力，也象征南高雄新地标俨然成型。上梁大典邀请观光局长曾志文、知名建筑师李祖元等多位贵宾共同主持。贵宾们先在钢梁上完成签名，接着再将螺帽紧紧拴上。等到吉时一到，鞭炮声中，钢梁缓缓向顶楼上升，象征上梁典礼圆满完成。这栋饭店大楼共构住宅，楼高68层，紧邻市立总图，总投资金额高达168亿元。而对于业者选在高雄新建顶级饭店住宅，观光局长曾志文除了感谢，也强调亚洲新湾区未来发展潜力不容忽视。我们现在湾区里面呢，有很多新的建设，包括我们的高雄展览馆，还有我们的市总图、我们的流音中心、未来的旅运大楼。那这一些呢，当然未来在这个地方是集结了文创、会展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整个未来会有一个非常频繁的一个商务的活动。上梁典礼中已邀请到 VIP 客户一同释放天灯祝福，而高达100亿的建案目前销售状况让业者相当满意，也看得出金字塔顶端课程看好高雄房地产市场的增值空间。我们看到高雄未来的前景像刚刚局长有提到，目前亚湾区除了市总图，然后展览馆已经完成之外，目前包括港埠旅运中心可以未来可以停2艘的游轮，还有海运中心包括未来205兵工厂，这些重大建设未来都会为南高雄甚至整个大高雄创造直间接产值接近2兆，这是我们看到也是目前觉得未来的潜力非常好。高达68层楼仅次于85大楼，成为高雄第2高大楼，从设计管理施工到服务，专为顶级豪宅量身打造，不仅是亚湾区亮点，似乎也象征南高雄新地标俨然成型。港都新闻吴秉源、王思武采访报道。来关心你我的身体健康，
根据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肺阻塞为全球十大死因，位居第三名。有鉴于此，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以认识肺阻塞为主题，举办106年度高医呼吸周，从即日起到10月27号，提供民众对于疾病有更深入的认识，以及预防重于治疗的重要，欢迎民众一同参与。跟着治疗师做起呼吸柔软操，民众仔细听着解说，认真跟着做，这样专业的课程在高一为期5天的健康呼吸周，欢迎大家前来参与。在这边的一波自我保养趴，每一天都要拍，那是我那七杯。肺塞病是老年常见的疾病之一，患者多半处于长期抽烟或是暴露在空气污染环境中。针对这个疾病，高医举办的106年度健康呼吸周，将提升大家对于肺塞病的了解。所以在过去几年，好像只要一进入秋冬之后，呼吸道疾病的病人人数就会慢慢的增加。所以高医在趁着这个60周年的时候，我们办了呼吸周这个活动，那希望提醒，肺部有疾病、呼吸道比较不好的，或者是过敏的病友，或者是他们的家属，那可以开始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健。在活动期间，除了呼吸柔软操，还有有氧征答及自我检测等体验活动，民众亲自检测测量，更了解肺塞病预防及治疗的重要性。现在都这个细胞的肺活量吼，来你看有正常无？哦，啊你现在看的都是正常，安尼就好啊。高医健康呼吸周从10月23号开始，为期5天，提醒民众肺阻塞是不可忽视的疾病，欢迎民众一同参与，齐心勇健您的肺部。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东南亚最大的综合性老人服务中心高雄市社会局长青中心，今年已经成立20周年了。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长青中心举办20周年特刊发表会暨老照片时光展，而三位提供老照片的长辈也分享照片背后的小故事，一同回顾过去，体现长辈们的社会参与，令大家相当动容。长青歌舞艺术团带来舞蹈为活动揭开序幕，展现满满的热情，青春活力的样子，看不出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高雄市政府社会局长青服务中心已经成立20周年，为庆祝这重要的里程碑，长青中心黄金一郎举办20周年特刊发表暨老照片的时光展。展场中每张照片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三位提供者也一一叙述背后的浪漫意义。我所要分享的这张照片是2010年10月15号在长青中心所拍摄的。站在陈菊市长旁边的这一位，就是我的外婆，当年102岁，今年她将欢度109岁的生日。有四位台教的，其中我在这里，我是飘忽的角色。婚送典礼，婚送典礼就是里面其中以素男要出嫁为主题。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团队，我们有一个，我们都称她为才女哈，就是季金凤，她有很多的才华，她创为了我们的2009年哈，我们司印在高雄，她精心策划做了好多套的这个华丽哈又绚丽的一些的礼服造型。为庆祝20周年，长青中心汇集过去服务方案精华，发表我的 3D 时光特刊，邀请读者一起回味长青中心的转变以及欢乐时光。这很重要的记录本，也希望我们在今天看到大家的心血之外，也大家一起来思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忙宣传，谢谢。为展现中心陪伴长辈一同成长的美好记忆，不仅开办老照片时光展，现场也设置互动小游戏，欢迎民众一起参与长青中心20年来的大计事。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继续提供您港都生活讯息。
由法务部矫正署主办的2017创意飞扬翻转人生活动，从10月27号到30号，一连4天，在星光三月左营店10楼盛大登场，现场展示全台各矫正机关收容人的艺文创作，欢迎民众踊跃前往。继续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一起来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0度到29度。南投、彰化、台中、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18度到29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阴，气温19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阴，气温18度到28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会。